哎，你看没看世界杯？我研究了一套买世界杯最牛批的套路，你知道吗？就稳赚不赔。我可能马上从今天晚上完事儿以后，就变成一个千万富翁。你现在最好赶紧对我放尊重一下，一会儿给你下个100-200单的。真的吗？我怎么感觉你在骗我？真的吗？哎，真的，你是球迷吗？啊，是呀。真的假的？我真的，真的啊，我还是真的球迷，好吧？我是一个真球迷，你知道吗？我每天熬夜看球。我也是真球迷啊。哇，你喜欢哪个队？我喜欢湖人。我说是足球。啊，对呀，没毛病呀。我他妈说是足球，兄弟啊。对呀，没毛病呀。你不会。你不懂你就没有必要非要去强硬的。没有，真的是真球迷。哎，我真的是真球迷，不要质疑我。今天晚上不是还有比赛吗？我记得。今天晚上比赛，你觉得谁能赢？就防守了。今天晚上吧，我觉得火箭跟湖人应该两个差不多。你是傻子吧，兄弟？差评，五星没有了，一颗星没有，差评。就是怎么？哎，你不是说世界杯吗？怎么了？你说那叫 NBA， 你懂我意思吗？你说那个地方叫 NBA。哎呀，都差不多啦，都是球，兄弟，何必这么，对吧？不是，都什么？哇，兄弟，什么叫都是球啊？那你 A 罩杯和 D 罩杯一样吗，兄弟？